学菩萨。现在我们在这儿呢，同学菩萨道，我们又叫做同修，又叫做同学。学什么？学菩萨道，走菩萨的路。那菩萨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有慈悲和智慧的人。那诸位，你们是练菩萨心，练菩萨行。菩萨的意思是有慈悲的人，有智慧的人。很多人把菩萨当成什么呢？当成偶像看了，当成这供在庙里边的那是神像，成为菩萨。就是我们去拜拜，拜什么？拜菩萨去。有的人称为佛呢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佛是啊，菩萨的完成者。菩萨就是在学习，有智慧，有慈悲。佛呢，是已经呢，把慈悲和智慧啊，是圆满的人。所以佛和菩萨原则上都是人，每一个人，你只要愿意学习，有智慧，有慈悲，那你就是菩萨。我们叫做初法心菩萨，刚刚开始。然后学了完成了以后，我们叫做究竟，最高的究竟圆满了的菩萨，那就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是佛。佛是菩萨完成的，菩萨是人做的。现在听懂吗？听懂啊？那请问你们现在来了这里，叫你们菩萨，你们愿意接受吗？称呼你们菩萨，你们愿意接受吗？愿意吗？当然要愿意喽。说不愿意的时候很奇怪了，变成了既不要智慧，又不想有慈悲，那你是个什么人啊？蠢材嘛，愚蠢嘛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会议，我是呢，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佛教徒，被这世界经济论坛呢邀请去的。邀请去做什么呢？邀请去给他们一些智慧，哎。因此，世界经济论坛这次的会议一共有3000多人呢。那他这个会长，也就是他的主席啊，见到了我就跟我讲，哦，他说你是远道从台湾来的一位智者。你说我要否认，我说我不是智者，我是蠢材。当时我不敢说我不是智者，我也不敢说我真是一个智者。我说我是一个佛教徒，提供啊佛教的智慧，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来提供智慧。那个智慧不是我的，是谁的呢？是佛的智慧。那我在学习佛，那请我去做什么呢？我建议他们做些什么？
然后告诉他们要有慈悲心啊。那个经济论坛呢，世界经济论坛都是一些企业界的商人，我们过去常常听到说商人呢唯利什么，唯利什么，唯利是图，都只知道在赚钱赚钱。那我去就告诉他们一些要布施，有钱的人要布施嘛，叫他们要关心这个社会。他们请一个宗教领袖去啊，请我们宗教领袖去啊，目的也是希望听听我们的意见。这就是菩萨行呢，任何人假如说愿意学智慧，愿意有慈悲心，那就是在菩萨。就是你愿意学的话，那就叫初法性的菩萨，完成了以后就变成了佛。我们所传递的一些讯息啊，就是围绕着如何来学习做一个菩萨。你们注意有没有听到说过啊，我很想要做得很好，我很想不要做那么不好的事，但是没有办法耶。有这样的事吗？有。为什么？身不由己啊。谁？还有呢，我头脑里的我叫我不要想，哎，我真的不希望想他，哎，可是我心不，哎，叫心不由己啊，很可怜啊，身不由己，心不由己，就是常常这个身不由己，魂不受舍，心呢不受自己的控制，虽然不做坏事，但是头脑里边坏念头还是蛮多的，虽然不说坏话，心里面骂人的时候也是蛮多的，虽然没当面骂，背后还在骂人。还有呢，背后不骂人的人很少，背后啊不批评人的人不容易，还有呢不嫉妒人的人很难。假如说我们呢换一个方式，那我们学习菩萨的慈悲和智慧呢，我有两句话请大家呢念一下，这两句话很有用啊。智慧不起烦恼，慈悲没有敌人，敌人呢什么敌人都是敌人啊，什么样子的，就是说你把它当成了这敌人来看呢，妒忌仇恨讨厌，那都是敌人啊。慈悲，以慈悲心来看人的时候，就是你这个没有敌人，没有敌人主要是对自己好，你有敌人自己很痛苦，没有敌人呢对自己是很好的。智慧不起烦恼，烦恼的意思是痛苦，自己要折磨自己，自己让自己伤害，让人家伤害，伤害以后自己很痛苦，这就是烦恼。如有智慧的话呢，你就会面对这些事实，心不受它的影响，那我们就是开始学菩萨了。